妈给你买的新的牙膏又到啦！你看你的牙最近都黄黄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刷牙太少了，马上就要掉牙了，已经掉两颗了。我们准备一个新的牙膏啦，你看，没有？它是一个婴幼儿一个小牙膏，看到没有？1到3岁可以使用，3到12岁可以使用，有可以3到12岁的，有1到3岁的。看到没有？你选的哪个？你是几岁了？我要3到12岁的。你要3到12岁，那就是这个。这个是，这个是一个1到3岁的小宝宝的，但是你也可以使用，也可以给小宝使用。我打开看一看，是一个香橙口味，是一个甜橙口味的，都是天然的。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啊，你看，打开里面是这样的，我看看你那里面是什么样子的。看你那是蓝的，我这个是黄的。走，我们去刷牙去。你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走吧。我们接上水，来挤上牙膏，哇，里面还是透明的呢。开始，哎，上刷刷，左刷刷，下刷刷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刷的干干净净的，要不然的话，那牙齿都黄黄的，跟结似的，都黢黑黢黑的，都有虫牙，是不是？而且还很好闻，这个味道，是不是？开刷，每天早上晚上都要刷牙，刷完牙漱完口才能睡觉，是不是？我看白了没有牙齿？哎呀，好白呀，白不白？哎呀，自己照镜子看看白不白？